会感觉。他不玩肯定小河水的问题。这边就，我们哪个是20的还是16的？20。20啊，低保你打16干什么？想啥？我理论好棒哦！是啊，先来一把16再20嘛。不用啊，又不是没打过，进去就反。反正不是来打打就是。现在10点半 ，OK。我们争取12点前出来。计时开始，祝你好运。好吧，争取12点出来。我会一直跟大家聊天，让大家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不然我怕你。妈，你这上线2天，他妈就有低保打的人。需要一个奶妈了。确实，这版本真的，都那啥。哎，后面那个门断小的水，你不在看吗？我他妈断前面这个了，不然你前面别。我开的怪，肯定我断前面啊！我靠！哎、嗯，别放，快走吧。嗯，来。我没搞懂，我靠！我看你射了后面那只，你把我射后面那只，然后又不管他了，那你早说，我直接放个符咒。是的。重点是他不能控。他这个怒吼也要控，就很烦。没有怒吼是要打乱，你要死。这个怒吼是不断的，怒吼是断不过来的，双眼神都是不断的。看我们刚刚拿的那个工程的 buff， 马上就用掉了。三颗球，紫色，我绿色，没一轮放黄的。嗯。哇，你看，所谓的技能，这怎么看得出啊？你看，这个真的太夸张了。我已经消失，躲掉一个，另外一个点我直接死了。这个隐遁也会，他无限毒啊！他一这东西肯定是加个 CD 的，不然他就只会的技能。哈哈哈！你没发现他不会普攻吗？操！哈哈哈！他妈的，有病吗？啊，这一摊简单的，这一摊来了，这摊简单的，好吧，开心打。太你妈烦了！哎，这摊没有球。哇！我看左上角那颗球，方块，我看方块。对，三角。对的。就直接死掉，应该会改，我觉得应该会改。我觉得他应该会改了，这不太正常。这
要加个 CD 起码，不然他就一直读，你打断了也一直读，我靠。都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吗？他们是怎么样可以打出人大屏二十打两家里？个方块，打得快呀、啊。两个牧师要死了，我、哦、没死，我靠！这又是个什么洞？他叫马汤。然后谁死是？好像头犬吧，他那个。对，应该。头犬。不对哦，对你被那军队创伤打死。嗯。哎，不对，那军队创伤是什么给你上的？他为什么上给你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有我刚刚放给我了吗？你是不是离太远了啊？刚刚没有啊，我一步都没动啊。应该是站在头前会吃到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不知道，我也有吃到，但我比较靠后一点吃到、哦。那应该不是头前。我不知没注意。你标个标个，你标个光柱啊！你们到这里放。那你要拉在左上，你要拉在左上，你再远点，你就拉到十二点钟方向的地方。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？点门走啊！你们点门走吗？直接往 boss 身上走啊！哪个方向呢？直接往 boss 身上走！你在说什么？知道。小圈不管，只有大圈要在骷髅集合。大圈，我等我到了大区点门。放圈放外环，放完之后就往 boss 脚下走，懂吗？你 boss 拉哪？拉原地吗？十二点。那我们对面。对，就拉你们对面，就这个圆盘，我就拉差不多对面。然后你们就在这里放完，我就放完圈就往里面走就是。第二，哪个时候是大圈咯？啊，我等下，我等下，我等下。快打到帽子哇，这个也太痛啦！就 A 一而已啊，干嘛？没事，他快死了，他血快没了。这个圈还好。不是不是，你们不用，你们现在是不用重完全重合放了，但是你们这样要跑过来。啊，赶紧啊！哇，对呀、啊。你们对我有一开始说了，你们打完这个应该是往前走吗？你们所有人都往左或者往右？操，谁先第一轮？你怎么先放出来的？哦，nice 哦，这个还是小圈，我记得大圈是四个球炸完它之后，它的这个才变大圈。大圈是 T2。无所谓，但是你们圈就越大，就无所谓嘛，你们不要死就好了，你们怎样都可以，只是那我们就往前啊，往前，对，往前。你看的视频，他们也是拉中间打吗？对啊，那个视频就是拉中间打，然后你们在骷髅放水。放完水之后一起往前走，走到 boss 脚下，然后就这样来回就行了。对，然后对，然后那个他小圈也是这样是吧？都是这样，所有圈一个方法。然后近战是不近战不是一起放，近战是放我的位置，小的水要放我的位置。只有最大的那一圈我会去找你们集合 ，P 二的大电圈会找你集合，其他就正常打。那你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什么圈，直接就是大区，然后直接往前走。那你们就自己跑，不要多吃，因为他如果多吃到一跳，他后面有那个 AE， 你如果没有刷回来，那个人就会死。为什么雷伦不放吃？好懒哦，确实，好懒惰哦，操！
花钱。对，他这个 A 打了员工吗？打了，我全程覆盖，只有最后一票没有盖到了。他没一起跑吗？这个圈儿。啊对。小水跑错了呀！我要你让我那样跑，你又……我跑错了，我不就是放远一点就好了吗？你为什么死了？说我跑哪？我他妈……对对，你往这个方向跑。呜呼呜呼！你往回跑，你放我往回跑啊！你去那里怎么？别人能买你啊？你在那里逛街呢，我操！我开地方我受不了了。哇，不行，我吃了颗糖。改啊，就是硬件啊。啊！又来了，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！吃个糖都活不下来。走开，走开！啊啊！对啊，所以说让你们往前走。然后你们他妈往你们往我那边走，我会就没有，你们会踩到我的圈。我吃糖。这他妈也太吓人了，这伤害什么东西？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等你们放完，我再。是不是小主你放完就不要再往外走啦、啊、这样没有人能买到你啊。不是， 不是我跟你讲，我往外走，然后我刚刚我讲我刚刚是被驱的，是不是？我死了。哦，我没死。来来来，没事，刷满刷满，你快没血了。等一下的，等一下的，等一下要方块的那个骷髅集合大区哦。他妈先站过来。拿了 buff 玩个毛啊！我先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先站过来。那一会儿就去骷髅点门吗？哦，就在那里点门嘛，就他门放的位置。为什么点不到？操你妈的！这个门，怎么你们一定要站在门上？是不是你们？是他妈把玩具拿出来了吗？对，你看他补到这时候已经没，已经干了，重点是玩还很多。对，要把玩具拿出来了！操他妈，刚刚那个。我也是看不到，跑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必须嗜血的。我们刚刚没嗜血吗？刚刚第一没有，然后嗜血可能得开在 P 二。P 一啊 ，P 二的时间，他的 P 二又不是能用。就是他的 P 二是时间短的，不是血量。赶紧把 P 一压进去，这样奶妈才会有蓝。好。啊，不对啊！有吗？有上大的吗？没在看。哦，我有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上。是。但我也没有站很近啊，很奇怪。
林伦，你看一下，他应该你在看指南手册吗？嗯，你看一下，我抽个烟，你们想一下。哦，你说的是 P 二吗？多少打了呀 ？P 二的那个四颗球往怪王身上走的时候的那个时候。对，那个 DOT 是那个猪点名的技能吧？那应该是因为我有。他就是他走过来路上随机 A， 对啊，他有在点，我看到，他有在点，他有在唱条，你有看到吗？他有在唱条，就这个进化什么进化冲击波装置冲击一个随机目标，随机 A。刚刚我就说了，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你刚刚，不是我意思是，战斗时间太长了。他有可能也是，那、啊、人家怎么卸？人家怎么卸？都说了别人单体打九万，你看看自己打多少？难道是硬体不够了吗 ？PVS 不够了、嗯？我也确实是觉得不够。他妈，我知道。我啊，等一下、哦，不要开。等失血吗？等失血吧。是几秒？他是血量短阶段的，那就要留着 P 二开。那现在开一样的，那就必须 P 二开，那可以就会到处。这太吓人了，他这个多才跳的。倒数吧，不用倒数，你直接开吧。那你们可以考虑再近一点，因为我。你看我开着阳弓，然后我吊着这样子吊、啊。就是这个减伤这么覆盖吗？每一轮都得这个绝望岛有点开不过来呀、啊，这么开。他、啊。这个要跑位。电影加你妈盾，还扛不住、哦。这应该是要重打。加两个盾，嗯。先试一下吧，先试一下，少一个人可以没？哦，我知道。跑完位马上接 A O E， 我操！不要去到我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出去了，他等下准备要能量过载。道塔到底有没有伤害？有。那小水，你一直跑在错的位置，你下次还是按我说的，你要去的是楼梯下面那个角落。哦。放这里一定会影响到别人。啊，转阶段了，我往中间走。这个技能也挺恶心的，他妈的，就是让你不能补，要一直跑。对啊。我被点一下，我被。他为什么？你应该，不是，你应该往里面跑。他好像随机追人。他没有平砍的，你们不用担心平 A， 你要把他。是随机追。可是他会被点到那个、啊。他这个点也是随机点的。点是随机点。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误会了。他不点，有一他覆盖不过来的呀。拿啥覆盖呀、啊？地板。哎呦！
等一下。我操！我操！我下一波有披风，我可以苟活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我哦，这波没有，这波没有，我吃，我喝，我大喝，我喝到，我喝到。我是说下一个，那你们不得回来啊？马上五秒能量过载了、对对对，快开开，往后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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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吧。对啊，走不出去啊！这个幻境就是 P 二九阶段打越慢它越大，那四只小怪它越大哦，这只有 P 二才会大、哦。那四只小怪打的越慢，它之后的圈就越大。这个小怪打的越慢，它越大。单挑它，你醒醒。没有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我再看一眼，看是不是我看错了。我看一眼多少分。不痛。对对对，就是刚刚我们这把的大小，我看别人二十加二的，那他们怎么活了下来？我操，二十加二的，就是刚刚跟我们知道了，那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四个，你们等一下四个球出来的时候，你们集中，然后我开定风珠直接 A 掉，因为我刚刚是不敢开，这样我开了直接 A 掉，他圈就不会那么大，你们可能就跑得出来。没有啊，那个球你刚刚 A 的不慢，他有仇恨，他走的太慢了，他走的太慢了，走到中间很慢，你走到中间都刚刚走到中间不过五秒他就死了，也有二十层了。哦，好吧，不是打的速度问题，那个血那个球又很脆的，我感觉要你们站在中间打的话，因为我四个方向拉，我不可能第一时间全拉。我那时候会嫁祸给你，可是就是分太开，你们要往中间站。大家都往中间站，然后把那球引过来，我再接。四个方位嫁祸不过来。我们都带吗？我们框架都是灰的。大家别四二零就要十加二了。P2 就是那珠子打完之后，四只小怪出现了。我放这可以吧？哦，这红，我操！我先变个球。哎，我他妈大红还没 CD 好，我操！要不直接拉过？上次用了吧，用没用过？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好像不能站起来的。那个圈什么时候消失啊？不然我跟你们一起站好了。哎，那你怎么打嘞？不打啊。大哥 A 一点减伤都没有。我开披风。最后一口，来一口，来，最后一口吃不出来，不喜欢大爷。这本不点天使之死，差不多。等我，干你啊！我想问这个东西不屈有没有伤害的？有啊，那个地板就是一直有伤害。妈的，他在中间，我哇操，拉个毛怪啊！原来吃空了，他妈！你们
们家别挤在门上。刚才才十七层，我们已经我开四血了。开了已经。阳弓喝血瓶。没有。哎，通费是可以的。等一下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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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。哎，怎么这个会一起出啊？啊！这个怎么？这个你妹啊！不是不是，他这个不会一起出的，他怎么一起出了？你有发现吗？那个地板的蓝区跟这个要大区的，他一起出就不对吧？我能单刷了，我操！你单刷，求你，拜托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受不了了。这个技能只点三个人，刚刚没有点小恶水。嘿嘿。拜托。哦，根本不掉血好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还是这个就是设计给。就他也不掉血啊！我靠。有啊，有啊，他有掉血啊。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家第一周他们限时，我听人家讲是他妈两个奶打过的。两个什么？两个奶妈过的。哇塞！啊，这个打砍确实不掉血啊，他掉个毛的血啊。那你慢慢打吧。因为他的压力是那个大地板，那个大地板三跳 DPS 基本就死了。对，所以我一定都要。但是你大跳直接出去就不一样。我要留消失闪到王身上，我才行。人我可以不吃。这个他 P 就是纯活，然后 P 二一波爆发带走，没有什么细节。哦，他妈的还是不能乱打的，他伤害很厉害。我去买个东西。要救人。我去看个直播，你们好了叫我。他是不是打越久伤害越高啊？怎么感觉不对啊？不会，不会是吧？第二那四只小怪的引导就是给他增伤。多血啊！可以可以，那你可以打掉。哦，真是的。他打到十二点了。我刚刚不就说了吗？十二点，出来就上线了，是吧？我有个想法，是四只小怪可能不是靠 A 的，是靠先单点击杀。单点击杀的意义是什么？他的血很少，如果大家一起集火，一个一个集火过去，也不好说，大家又不知道目标。他们四只怪在走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 A 的？是打单体吧？没有，我四个一起 A。我脑残剑啊，他没聚好，我肯定是脑残剑。然后他那小怪血少了，现在断线没关系啊，反正这把已经这样子了。我身上已经全红了，我身上剩两趴，你没有铁锤哈。出去修吗？一会儿。这你妈这谁吃得住啊？这伤害，减伤也覆盖不过来呀。这把坦克真牛，我这把已经很多次看到坦克过关。奥达曼也是一个 DK 坦，全程单路往。掉血吗？我靠！但不掉血。装备再高一点，这个 AOE 都不能太紧张。我刚第一把那把是死，先死，因为我想试一下剑影那10%减伤加一个盾能不能活下来。他妈的都活不下来，这每一轮。哎，我40%的阳弓我都要死不了。
钥匙不火了，你十趴的剑应该是火不下来。因为我可以上到两次盾呢、啊，我可以有两次盾，可以，我六秒一个盾，我可以上到两次，打得好累啊、但是他就是活不下来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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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体现出你 DH 的价值，真的。哎，你有战斧不是吗？你博奶啊？博奶干嘛？帮你打、啊。他妈奶妈的两跳就死了，还不如不起来。如果你博我吗？我有披风，我可以帮你把剩下的打完。说，你再说几句，他腿就清空了。战士坦，战士坦可以单刷这个吗？战士坦不能单刷、欸，战士坦又不是回速坦单刷什么？除了战士坦，我觉得其他的可能单刷法系 pose 是吧？我感觉其他坦都能单刷，就战士坦不能刷。武僧坦可能也会有点困难。武僧也哦，武僧现在好像扛得住法术，扛住但是不多吧？回不了，他没办法回那么多血啊。爆破。我刚才看了他那两个 AOE 伤害，装备再高一点，我都不用消减伤。可能是你啊，你血多。我们最后的血应该会在六十万，六十七十万。主要伤害来源就是那个地板那个跳，每一跳都非常的痛。哎，你们等一下要出去修装啊，我没有GP了，一起修一下。这个本我还没死过。我们他们喊的压力跟你们的压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，我都没事情干，我操！这都奶的压力。可以出圈啊！我们他妈这三个残废，我们这都是用腿跑的。过喽，耶！出来出来，秋装出来秋装，过喽！你是不是你以为这一只就是最难的吗？不。老三，好不好？绝对，我、哦、我才是，我以为我身上有中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殊不知我没中。但是我说真的，你们不觉得刚刚那一波他的时间轴很怪吗？确实那里出了点问题。他不可能地板又出那个，然后又出那个电圈的。boss 被我叫傻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那 boss 放招也等。他、啊、这个怪你的 boss 能不能单刷呀、啊？可以，你这边每一只王都可以单刷。每一只王都可以单刷？是的。蛤蟆不行吧？蛤蟆不行啊。可以，因为我们昨天有一个十八助能，好像找嘉然一起来打，他妈也是他妈老助，每只王都是坦他妈在刷。谁坦了？嘉然坦。没有加安 DPS， 加安打到就打完就说，哎，我该眠了，去睡了，很好笑。昨天晚上后来半夜给我发装备了吧？我感觉半夜的时候都不给我发装备，哎，走左边，左边，右，左边。把数学消了，把数学消。我们还出去干嘛？都已经可以，反正里面都可以出装备了。没发现，没发现。左边啊，去左边！你不是说打左边吗？妈，你们走这边干嘛、啊？妈，你能飞上去，我们不能飞上去。我们我也不能上去啊！我看你们他妈跟着我一起跳下来，不知道干嘛。你按一步他不就上去了？我懒得等啊。为什么这里只有三只怪啊？往下走啊。潜行怪你忘了吗？我记得你被敲过。对，我说赚了潜行怪就只有三只啊，门神就两只，一只潜行的没了。但是给我打得好痛啊！我也去玩个坦好，我感觉这把坦真的没有压力。DPS， DPS 真的太累。我要玩 DPS 了，你他妈的 ！DPS 真的太累。但是我现在看看你的表现，我不是很放心你装的。对副本还不熟悉好吗？确实是副本的问题。
这有个怪都好。哎，地底有只打 bug 来他妈。我把它打出来，等我一下。我说地底的那只啦。我潜到水里没看到，我潜到水里没看到它。什么？你怎么潜水里？旁边水里可以下去啊，可以下潜啊。顺便下面有什么宝箱，我去看一下。有人被打死。我被那个炫目蜻蜓，我和奶爷一直在被打，然后跑进来又被打死了。我操！他上来了，他闪避我拉不了他仇恨。什么东西啊？骂我！妈，我们是测试人员吗？奇怪，我操！我们没谁说的这条路线，我真服了。bug 检测机。没有这条路线，青蛙比较吵，我认真的，嗯。那个我们昨天打的时候没有遇到地下那个蜻蜓的事儿，不知道为啥。二十层。怎么比 MDT 上少怪？我操！他的战斗是要背对他吧？对。哈没有，他那是个头钳啊。他那个是头钳啊，蜻蜓是头钳。是指。点地还是随机？我不知道，他不是头。我感觉这个以后的副本带个毁灭术都挺好的，让他一直晕，一直晕，一直晕。晕有衰减的，每个怪物晕三次啊。效益。你看青蛙是不是少很多 ？Hello 。我找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喂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个元素集中应该是给自己增伤吧？我还要给自己上个 buff。元素集中这是干嘛？要驱散群居或者奥什么都可以。哎，我这个来个糖，快！我怎么知道、啊、这副本打了几天，每次都他突然一个东西把我弄死。要不我们开世界吧，这个，反正我们是敲鼓嘛，无所谓吧，我也有鼓啊，敲死。青龙，我知道，青龙是后遗症，看到小怪他妈的就觉得他死掉会爆炸。他之前都觉得奶妈是混子，所以暴雪他这版本，你没有发现之前的奶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他之前一直说奶妈一直在追求输出，然后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他有问题，他蓝铁说的是，他要把，他要把奶妈，就是把尖刺伤害减少。变成缓慢掉血，缓慢抬血，就是他会一直有掉血技能让奶妈去拿，然后但是每次的伤害都不是很高，就是他会让奶妈有事做。但是现在他妈这个掉这个是在标很高的时候啊，他主要是不想让奶妈一直想要去打伤害。刚刚老一跟他说的一样，但是需要装等高。哎，出小青蛙，你们要靠进来啊，不要在外面。进来。
他这个没有漏掉青蛙跟坦克有，他就没有 没有那么痛。你试试，等下青蛙没有，你试试，等下青蛙没有被吃掉。那个突然青蛙拉进来之后，你有要群晕啊？打一打的没有？那你用脑啊？第一波怎么样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下一波空了。前面两波是因为我们有减杀，但是后面就没有了。我刚第一波没有开阳弓。他每一波伤害是一样的。真的他妈还有 A 感！我的跑不出来。单刷，坦克单刷。啊，拉开。我没拉脱啊，不是我拉脱的，我2000万单刷，他妈的刷了12点。哎，你要想啊，12点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完。那这个我感觉尽量打。对，太夸张了。然后留少一点，不然我这4万的单体，我算下2000万。你看，我们坦克已经在说叫我们留少一点了，代表已经知道就是得单刷了，真的活不下来。奶妈没来。500秒，500秒要打多久啊？左边。6、7、4、12、6、8，2000万，我他妈打8分半，我操！第一波不开减伤，第二波开，要消士气了。那我感觉就是所有人奶妈技能打波需要开减伤，出那个什么之后，出蛤蟆的时候是要集合，第一波是一样的呀，不一样。刚刚 A O E 跟出蛙是一起的，第一波不是。对，第一波 A 的时候没有小青蛙。哎，你们怎么从这里来？他有个加速 buff。哎，我没消。消四血。哦，看我们这个跑快啊。小青蛙会给他加伤害吗？对，不会，没有。但是你有小青蛙的时候，你治疗不能站着刷血吗？不然要被小青蛙 A 呀。对啊。然后还有毒 A O E。你们说那为什么？第一波不开减伤，哇！所有人都先站到 BOSS 阵脚下。怎么死啊？哦，小青蛙这个近战把我拍死了。这闪避呢？没开啊，没想到，来不及啊！我那时候血没满，我等下起来。哇！对。啊！怎么跑？你一轮点80%。哎，还没有鼠标是。李伦，你怎么会跌到80%？你是他妈站在小青蛙脸上吗？我被小青蛙摸一下，他的动作2、3层就扛不住了。快，这帮坦克再打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小青蛙没吃好，太丧。可是他不是马上掉下来以后就会出那个 AOE 圈。这个小青蛙他妈的没有仇恨吧？没仇恨，他就是盯人的。救命救命救命！吃掉吃掉吃掉！我去。主要是这个是出来以后要跑。无能狂怒，这没办法。好了，兄弟，他这个 BOSS 平安很痛啊，我毕竟杀不了。啊，2100万，看你要了。金光石的秒杀。我被秒啊！我靠！我都七层了，往跑，这哪能单刷啊？
我死了。我感觉是你们所有人都要先在 BOSS 脚下集中，把青蛙引到那个小青蛙出的不是点你们脚下的吗？对，就让他出在 BOSS 可以群体减速啊。然后你们所有人往一个方向，我已经上了，我已经上了群体减速就可以了。我已经上了群体减速的毒药了。你肯定是要替要让 BOSS 吃的试吃，主要是那个小青蛙出来以后，他又被马上出那个吃的圈。他要溜，他就是要蹲一会儿。你们所有人往一个方向走，一会儿标点就好了。我 boss 就拉集合跑，屁股跟在 boss 屁股后面走。对，集合跑吧。我等他出了圈之后，就往大饼，所有人都一起往大饼走。然后我也把 boss 往大饼拉。然后他只要一开始读那个条，我就读群晕，然后把小怪定在那里就可以。嗯。好像应该也不是说我们的问题，因为我问我们其他我们上赛季那种打了3000他妈巨高分的那一种，他们说巨人大厅有问题，他们也是我娃也追着到处瞎鸡巴跑了，他们是两个坦着打，一个五神坦一个 DK 坦一起打的。我是可以啊，因为五神坦现在也能打十几万。对，因为五神坦 DPS 高，他们是用五神坦跟 DK 坦在打的。哎，该打了。刚讨论完的话，有什么？弹骷，所有人都弹骷髅，然后出怪一起往大饼走。怪往大饼走，不要走弯，大饼弯。不是在大饼吗？啊！哎，我没知道。哇，你没知道？是。完了。来，我毒袭，我先走了。就我们被减伤，他是物理伤害增加，他是物理伤害增加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这样子的吗？好的好的。原来如此。回骷髅，回骷髅。也有人，声音，后退后退。啊！原来是物理伤害。原来这是物理伤害，我以为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怕他那个叫蛤蟆的那个 A 是物理伤害。我们有控啊，有速控，有 DH 控啊。电脑都是放的。要不铭文控，上得过来。没有反抗的余地，你去吧。我再看一眼别人怎么打。你术士的那个片，十个片晕的，哎呀，得稍微留一留。你是那个 DKT， 我操！太他妈难。妈的 DKT， 对啊，这 DKT 简直就是 MVP 啊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他也没有，他没有办法每一波群拉的，他也是要隔一波。我说是群拉，青蛙没死啊，就是正常 A 小青蛙就留。我朋友说这个本没有暗幕不能打，有暗幕最多应该可以打到21层。我操，这和暗幕有什么关系？这青蛙和暗幕有什么关系？暗幕有。他说因为暗牧有吸血鬼可以帮忙补，然后可以去多一个群区。是我有帮忙补啊，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也在走路。哦，没啥，那你要。我根本没有办法站下来好好读个条，连我都能奶，这样都奶了二万，这吸血鬼也奶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站下来好好读。我问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打的时候，他小青蛙掉下来的时候，他掉下来是不是会有伤害？他地板有伤害，有 AOE。对，我讲那个，对他那个伤害开减伤，然后我们把小青蛙吃掉，那他
他之后的那个很堵的那个 AOE 是不是就没什么伤害？青蛙不一定，尽量吃一般还会剩个两三只，你就挂减速去打就行了，优先打青蛙。所以他就是短时间内有两次范围的 AOE。 对，对啊，第二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对嘛，你看我这开减伤不掉血。也没吃到打小青蛙，有两只是正常的，你们就打掉就行了，小青蛙又不是血很多的。好了 AOE 读完之后回骷髅啊，我觉得我们就在大饼然后又往骷髅走就好了，就来回两边跑呗。老子不要钱，看到没？喂、欸，这毛我杀了他吗？啊！快走快走快走！还可以留那只，你慢慢打吧。你别过去给他平 A 呀、啊！不是你不要走过去给他平 A 呀、啊，你就。好怪，我想的吗？我要死了！我刚没减伤啊！没减伤啊！我那阳光没了。哦，很配合哦，小青蛙。是啊，这里人都不动了，然后一会往骷髅走。我感觉我们要都站一个点才行，都站正头前吧，都站正头前。还有头前是吧？没有，没有毛头前。走。然后往那个骷髅走啊。我们可以，哎呀，算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啥都。哎，我怎么被吃进去了？他不就是要吃你吗？你不吃就哎，快再打一点，再打一点，1000万了，他妈再打一点就可以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他妈我在火箭跳空中我之前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被吃了，但是我不会在他肚子里。刚刚我就被吃到他肚子里去了。黄大饼，我喝大红。哦，开屁工！太难！哎，干鸟，别让我跑出来！我操！再打一点，再打一点！再打一点，再打一点！还发不了，我感觉。他这个太多合理了。小怪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开一次阳弓；小怪吃掉之后，他 A1 的时候，我那波没有阳弓可以开。我已经是最底最里面，我没有办法。你们就一直跑吧，我给你们逛逛减速。死你两个牧师还想活着？啊，还想活着？我操！只要那个蛙钉屁，只要钉到石城，他也死。我爹去砍他妈的！哇，还有变身跟假死。飞刀，飞刀！看这波能吃掉。西城的兄弟，快发酒了，你快走！他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哇，你十二，你等你那十二秒跳完吧。九秒六。我觉得如果是 DKT 这边应该死了，因为 DKT 跑很慢。
对啊，可以。连地地毯一铺，青蛙都走不动路。他现在他很怕，他很怕，他很怕。完。哦，十分，别！哦，那一次他活下来了。下一次就死了。你怎么过、啊？太掉了，真是！哎，世界冠军你怎么过的、啊？你时辰没有直接被直接死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是时辰以后嘛，就最多时辰。你很牛逼哦！第十一层就是死、哎。我们连续两天的坦克，每次单刷完之后都不讲话了。昨天的 DK 坦。昨天 DK 坦打完，有这个压力，我还有空讲话，我操！昨天 DK 坦打完，他妈也不讲话了。不，他这不合理，因为我有阳弓是40%的减伤，我第一次小怪掉下来开减伤，我不掉血，但是他马上会接。吃完青蛙的 A1， 然后我就算开披风，我下一波开阳弓，那我他吃完小青蛙那波 A1， 我是完全没有减伤，就很奇怪啊！我才两招哎、太骚了啊！不合理啊！就他后面越来越痛，感觉就我和牧师死的那波小青蛙 A1 好痛啊！每次打到这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他妈应该是过了很久了，结果还在同步出的。我一直打了，我好累。夏之王，我感觉他是最难的。下周双龙我感觉不太能单刷、可以，你下一次就是有一个 dot， 你也可以单刷。那个不一定能单刷，我跟你说，他是我感觉这个版就是 D H D 的回复数值比 D K T 低啊，所以 D K T 能刷的我不一定能刷。就是他没有那种需要 D H D 才能处理的机制，但是他的伤害更高。但是它是平砍的伤害，问题就是怕平砍的伤害。你说他妈一直打吗？我怎么知道不是我拉的，是我的背拉的。是你的背拉，他妈旁边有那个蘑菇可以消那个刀的。那个刀的，那个蘑菇是你要草药学才可以。草药才能开。我有。你草药吗？嗯。那我现在给你开了吗？不可以，它是只有个人。哦。哎，草这个地方还卡视野的，都打不到。地板。妈的一波怪，我操！11万秒聊，我的血还满不了。奶妈奶希望。加起来要买20万，加上暗幕的，我都晕了，什么晕的？我操！就算包子零都不够，包子零满是因为小的腿不足了。那就看，这版本钥匙已经挺好了，那起码这是第一把二十，还那个不好打的分，反正都包子林，起码吃掉一个背景。我操，这个伤害！好痛踢！这是他头前不亡，我都没办法。先修个装。这个没有。我这要死了，也算在这儿。每一波都要10万秒聊才能苟活。我操！来吧，
这支对 DPS 来讲算是很简单的，因为等回蓝，因为这支就是奶妈的问题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这支只看奶，因为这个 DPS 不会送任何技能，他也不需要减伤，哦，就是我不需要去特别扛什么。哎，我去拿个好。来。我觉得真应该等他妈开了套装转化回来玩。复读毕业。体验了，体验副本。愉快。这样以后跟人家聊天，会不会就此牢住呢？死了，漂亮。牢住了。哎，拉托，是拉托吗？没有啊，多打多打一点啊，然后是给拉托吗？我死了。你等会起，等死完了你再起吧。坦克已经跑跑了。他才六万三一跳。哎，他们原地，我这里双刷，站一起就是团刷就完了吧？只能站一起团刷。还在换技能啊？我都到青蛙这里了，怎么还了？哎，他在追你、啊，所以 MDI 以后是这两只往拉着一起打。不，他去还在走哎、欸，哦，他走了，走了，他放吧，留吧。好恶心啊，受不了。怎么的？你们好像可以，这里也可以直接下来，就是。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你那个草药，你草药血点的那个，我身上有一个 buff 哎、欸，你们看，有25秒。进化包子，每15秒就去化去一次中毒或疾病、欸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拿这个包子，再回头打青蛙？青蛙打完以后，他才开那个，才开吧。没有，青蛙还没打之前就可以打那只龙，就是下面那只龙小怪了。那就应该先拿这个。那他妈 NG 过的人怎么就没奖呢？他妈一群狗逼，他妈的！不要吵，操！我痛苦。我感觉伪王应该会简单一点。伪王也是这里面最简单的一个 boss。伪王就是走流程，应该还好。对。boss 治疗的压力啊！伪王小怪打的越慢 ，boss 伤害越高。小怪打的越慢 ，boss 伤害越高。因为他一直在助能那只王啊，你小怪断的越慢，他就助能。跟老一一样。哦，那他妈好傻逼！那应该我锁一只，你孔一只才对。然后我们打两只，再打两只。我们可以盲一只，没有啊？你四个都断了，王他妈不是醒了吗？还是我误会了？不行，他要打关小怪才行。还行啊。哦。但小怪会一直读钢条，断完以后就开始读钢条。我们这种控他还会吗？我锁。我不知道，等一下试一试啊，盲一下。试一下。哎，怎么推那边啊？哦，还好没有。他有晃我啊，他转向。来冰块后面，来冰块后面，后面没技能了。可以在冰块后面再刷的。刷起来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！我开吸血鬼一起刷了。离开冰块，离开冰块，不要站在冰块那里。提到冰块，不要封，你们就可以回冰块了。就这样循环而已。嗯，很简单啦、啊，对我们来讲。奶妈都想要炸裂了。我知道。
我已经吃了，弹簧都吃过了。再多打一点，再多打一点。我吃糖，我没糖了，弹簧都没了。你轮那个是安全的吗？这个对。哇！我开披风，我开披风，我开披风了，我开披风了。啊！好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1900万！我打一下剩下数值，我感觉他这个不对啊。就来你们两个人来几对几的话，是不是？不能躲这个，你要找新的那个。嗯。打点还有。那你就奶自己吧。就已经奶到10万了。你可以把你有空你把林一轮拉起来，感觉比较硬。那我一起死了，是不是基本上是按我们血量的百分比去掉血啊？那我右手边这个，我给你。哦、你放这种就是靠林一轮比较近的，就来来来，林一轮卡了。好、你怎么知道？我没说。你们两个不在同一边啊？我确认一下那个。哎，你们后面有那个碎的，会不会炸到你们？他妈林一轮起来干嘛呢？我操！那个不没事，我出来。我觉得不用活啊，这个活起来也活不了，还不如让我们两个人刷。大 M 是整点蓝只刷自己。是的。要拉远点啊！蓝风，然后回来再进后面。这里。太你妈难了！10多万秒聊这个 boss。决定我明天蹲起来，我给我那边打开看，我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打。可能我们有什么？不会到岸边的这个。boss 旁边那个也可以。哦，他是只点你是吧？过来过来。他跟兵一样的，他可以不要把他乱走。对。那他现在都死了，只点你的话。对啊，那个风只点原神。哎，我靠！我知道你刚怎么放错的，因为我也放错了。我也放到那个冰块上了，就是他假如是你往前放，就是默认。我没死。我发出什么鬼叫声啊？加油！从1900万打到1300万了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哇，希望这个低保 DH 产可以磨些装备，磨个毕业装，磨个毕业装，我不认了，磨个带吸血带槽的戒指，我就原谅，你原谅这个本子。这个 boss 平砍也是痛的那种，也是不能随便打的那种。好一那个是所以就随便打，这个 boss 的就不行，这个 boss 就算能随便打啊，不也能打过，也是那种压力很大的打过。对啊，正中方的那个应该是这个很不合理啊，你看 DPS 的奶跟压力那么大，然后坦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在打，就很奇怪。而且这还是坦爆冲。你的那个设定反这个阶段，设定是放到天空上了。什么 DH 设定？对啊，这个只要是往前放就放天空上，很恶心。我以为是正常放啊。
那块也可以。啊？没有会死啊！这个我这个平他平砍我，不一定每回都能死。哎，哦，他附近这个就是。如果他难受也只能当兵了。加油加油！哎。是的。哎。几块几块。不多不多。往外面拉，往来这里来这里吃这个才是。好惨，好惨！这个DOT什么时候能改啊？这个数值也太不正常了。我觉得跟第一个伤害有打在第一个实在是太差了。第一周的，人家第一周他妈打到二十六级。嗜血都要打好了，再打一会儿，我再开个嗜血，我操！可以开的，开一分钟。这里美食网，我觉得都可以当反转播。看着他这个技能是想到什么，就是他没有技能。你碰到旁边的柱子了吗？后面的碎柱子，他炸裂。那个柱子，被你找错柱子，你敢要找别的更好。别他妈跟我说是没打过，我操！那我这。你是美之王，快了，快给敲四血了。不用想了，数值的问题，太夸张了。数值真的有点夸张，我都不晓得他们的奶。对啊，还要奶五个人，怎么奶？他们还那会儿说十多万、二十万秒了。
然后我们血又变那么多。20多万的秒聊才能奶过这个 boss。这个环境 AOE 20多万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就不合理啊，减伤根本覆盖，而且它是全程一直在，哪有减伤可以盖得了这东西？哇哦，过了哦，耶！11分钟，他妈的，快跟他妈上版本伪王！你他妈玩上杰斯啥来着？伪王都没和你。上版本的伪王我们都没打到十一分钟过，他妈这次王被你打了一个11分钟，牛啊！哎，你看11:43，差不多啊，12点。啊，我的命啊！而且我们的剩下的钥匙都很不 OK， 我们还需要一把19打上去的20的 key。不可能。提尔加二啊！我提尔不可能加二。一定加二。对，回跳个自由战。好，回跳自由战。回跳自由战。可以。唯一希望回跳自由战。那我们就直接他们继续打，直接把地堡打完。刚还有瓶红没喝，他妈的红的 CD 都算好。你都可以喝3瓶呢，刚刚那场，开场喝一瓶，他妈中间再喝掉。哎哎，你看，每次打完一只王之后再打小怪，就觉得哇，这场打好久，就是突然又开始动了，手都有点冷。Yes， 哎，我他妈这个圈我开披风，我竟然还有伤害。下版本小怪一定很牛逼，不是重点是我觉得这版本很多的技能是披风不能挡的，地板这个也哎，你们这边死了就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这边死了，你们要自己跑时。自己跑就垮掉了。你不能开门，我们不会脱战，没办法脱战，他们得自己跑。心里脱不了战的，对。我们只能一直往前。上来呀！马上就会出那个，一直出那个。他断了。没事，你们往前打嘛。他断了。我马上上。哎哈喽哈喽哈喽，你看呀，我他妈没中任何技能，就他妈的这样子就死了，没披风啊。我觉得切绿木打这边也没有到很好打，他除了提前，对啊，他没有那么多，对，他没有那么多治疗量，可以，他只能覆盖一下就被打爆了盾。是一波一波的可预见的那种，就和重伤一样，剑女木刷重伤也很。这个就算小德来补，我们俩一下应该也是一样补干，会补干。没了，我操，我死了，大家都死了。就在跑啊，在跑，我快到了。哎，我不去了。月亮，你去哪里？我别跑，你们活得到吗？你到这个地方活得了？在这里能活。而且你哎呦，这个地方能活，但我们不能走下去，下去就进站了。我前面拉我。哎，林伦在哪？他在跑道。他不是说有个快捷的门吗？在哪？进出右转啊，右转，右边的洞。林伦开门。他就在我后面，我开好门，他都来了。
啊，那个小怪他妈的一升二升三，我真晕。你不用不用那个，它有加速的，不用飞，直接掉下来。后面是干嘛？我没好好上啊。感觉直接拉巴拉过去一波爆 A， 不然这边要打好久，直接就一波爆 A 了。不要搭到最后一只那个大金鸟。哎，你怎么死啊？死！哎，开车姐，开车姐，哎！啊！还要放地板，我操！这只龙真他妈，这只牛，这只龙真是他妈牛逼，什么技能都会。干你！拿他妈拿十个，他不让你站那里。哎，那只龙交给你了，我们都死了。而且我们不是说故意死，是真的，我开了披风，我开了。那个主要是那个他刷的那个小怪会一直刷新啊。对，没有打到最后，然后关键是他会读个条，假如我没有断的话，他就会一只变五只，然后我刚刚就是打了二十多只，我就死了，没有办法。打了二十多只，你真的那个怪就是他会一只变五只，我打断不够啊！我操，你真的好辛苦。打小怪他妈没有变身，然后也没有他妈加死。这真的很辛苦啊，不觉得吗？对啊。哦，因为对你们谈奶其实都很累。对。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、欸，我也死了。好了好了，龙死了，龙死了，龙死了，我操！啊，胜利胜利。他要打掉最后那一只。这个副本原本限时给的时间是多久？要不消一下四血。35分钟、啊。我们现在他妈超时50分钟了。我等一下想去捞一把。海峡飞你也帮他断一下呀！我靠。我现在想去捞一把眩晕之巅18，怎么做？一直一直打还是打这只？还一直一直打？就只有这一只啦。不是，我就说他刷了这个怪，我感觉刷了怪他一直刷，他会直接打。我意思是等奶妈来再开，不然我不然打那个灭了，一会儿又偷两块，特别无语。就很奇怪啊，他原本是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原本这边只能慢慢走，对对，只能走，没有加速。他被骂过之后，OK， 他给了一个加速。谁开的？我靠！有人引到了，有人引到了。谁开了？飞剑开平常不应该断，就去了那个。这 AOE 他那个钢条就是刷的，我要死了哦 ，Hello， 干他那个我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，他妈那个，哎，这个是要 AOE 了，要 AOE 了。哇，卡上矛头！他妈第二次卡，这把副本是死了一次，还是因为要重置？啊！今天走廊怪都开第三次变身了。
刚才想可不可以拉回来打呀？我操，在这上面打呀，那个水柱真的。你要打完了。很烦。可以让我们打，就是拉完之后跳水。哦，然后在前面等他，对不对？打完了跳水可以送我回起点。那要是有天行，肯定就是天行一波拉回去打。哎，你有想过我开着闪避直接往前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冲到这，然后他妈我跳水。他有魔法伤害，你开闪避有什么用？你没那么长时间了。那好了，各位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大家先看看，等一下想要摸什么装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我的浅浅摸一个带潮吸血的剑子。全能精通，精通。我这个副本没有要的东西，除了那个饰品。对啊，这个本好的应该只有这个饰品跟对，只有这个饰品而已。我就浅浅的摸一下这个饰品，是不是？是这样讲吗？浅浅的，我刚你摸这有屌用啊？我就想摸。你直接开吧，趁我们都还打，都打快开。如果你 A O E 没压力，对我趁还可以打的时候，我们先打，剩下留给 D H 打，先开。还剩十万血啊，迎接受害。可以刷卡。没事，就回自己就来起来。这他妈能刷个勾八，我操，这伤害。啊，这只王感觉简单多了。有在打回去。这些地可以用绿道过他那个点名啊，我靠，我过不了，我给他支教支持。这只王有在打那种，可以，这只可以，有在打回圈的感觉。没有，这只不太行，因为他如果单刷四只小怪，他会打很久，不行。然后他王会很强，他的。他会躲好啊，优先躲好，我们不着急回啊。我感觉这个 buff 怎样，我们都要扛很久。但是，哦，还有这样，哎，怎么少一只？哎，干！为什么会少一只啊？为什么少一只啊？我呀，妖怪！我去忙一只看看。在往我们这边跑，然后来追我们。忙的那只不要打。好牛批！不是我没懂为什么那个怪会脱控啊？你们有人干了什么吗？我们都还没到呢，他就过来追我们了。那怪会不是我。妈咪，他没跑到，他妈就没对啊！那只小怪他妈怎么会提前跑到那啊？这次方块是怎么回事？来陪我！这次方块是怎样？你看他死吧！等会，林一轮一只孔一只，然后我们打一只，然后我锁一只，那个小水忙一只，对。不是你不要让轮一轮恐他恐到这边他妈的是要怎么打、欸、我死不掉啊操！轮一轮他恐到这边我们是要怎么打，我们可以直接打两只，我忙一只你锁一只，我们抓两只出来打。 啊你在说什么？我忙一只你锁一只，我们断两只出来打。断两只吗？对，因为他这个孔的，因为他这两只他还可以剩，他可以剩。啊，你那孔他妈的孔到这边变他妈的。其实锁孔就行，你那个应该转不过来，你两分钟的忙就是转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转过来。反正我觉得他孔，你看他孔到楼梯上，那我们他妈是怎样就走到楼梯上打，很脑残。哎，我靠，这 boss 跑车真的烦。就两只打，我独条恐惧断那个钢条。嗯。73颗头。还好了，起码没有那种。哪种？完全不能过的感觉。对，就是那种打很像那个树人。哦。
还没砍的时候的树人第一周那个感觉就是你怎么打都过不了啊。那种才绝望好吧，这个已经还可以了。废话吧，我们有十点零的装备积累。你要四幺几进来，那可能都扛不住几下。那个 A O E 一下半血，我刚刚看了，然后小怪搞完增伤，可能一下就差不多了。应该吃个，我觉得牧师要吃全能的经验，不能吃暴击。没有啊，那个为什么会增伤啊？我看一下，小怪的一小条就是增伤。那个那快速回来，我跟小药水一人控一个，然后再打断出来就没有。只要我跟小药水回得快，他就不会读太久啊。你们他能增多少吗？他总不能三个。你们两个人控得住两个吗？我一个盲。我们两个是无限时间的控啊。我不是说那两个，我不是说断准的那两个。控得住啊，他有盾，我有狙，我有技能，他会 CS， 我剩一个。他不用一控啊，他只用断他就行了。我只要剩一次，他就会死。刚刚那只剩了，我开一招打他就死了。那我先群晕，你再剩吧。我先群晕，这样可以放两个。好，你拉，你可以把他们控到一起。怕他走到拉布罗走到一半，他就开始 A 的话，我就直接先剩。两只 AOE 下地啊，那每次盖个点伤就行了。我们这里应该都有两个以上的点伤的。对啊，那就不用担心。还有他就是等会会增伤的，就是会比这个再高一点。所以你们每次盖一个点伤，保证不死就行了。反正不失误，没有后续伤害。我控骷髅哦。好 ，OK。我忙了，我断这一次过去给你，你拉过来一点。好。你可以控包了。我没有，我以为你要痊愈。你为什么不是？嗯？为谁打出来的呀？为什么没有打？没有人打，我操！叉叉，那个我控了，为什么有人打出来了？这个位置怎么会有人打出来的呀？看，不会是我的戒指吧？这么远，不应该吧？他锁了的，锁了的。拉死啊！你能不能拉通？你看一下，你能不能往外跑？就是你看那个门，楼上那个门是不是开？让你死！你看你右手边那个门是不是开的？你死不了吗？不，本能让我们死都那么难的吗？林伦好了吗？好了，我刚刚去到终点那里又包了一下。嗯。妈，你他妈守护他妈的网络还会丢包吗？嗯。我们跑得太慢了。你不用控一只，因为。那两只是可以直接秒掉的，其实无所谓啦，你要控也可以，可是主要是我们应该是先会看到小怪，所以我跟爹去控。
下周是什么？怨毒重伤，怨毒怨毒还好，怨毒被砍了，重伤了。你看已经够痛了，然后他妈奶妈还要扛一个重伤。这还小怪兽。下周是什么？血池异爆。哇，他这个血重伤啊。有可能这赛季的词缀还没改。另外一个重伤吧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激励。我需要换个填数，就是跑步扣血扣少点。那你先过来再启门，就好了。哎呀妈，这跳好远！那、啊、我有个这个，可是我点了这个，我之后就只会只有一个小时，那么两分钟一个减伤，而且。我感觉得应该是得点这个了，我看到有人是点这个。不然的话，可能他要点这种夹，把夹死拿掉。非范围内就是单点。别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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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开断了吗？那每个 boss 都打了，先开荒团队一万两千，关键是跑吃时间真的久啊！真他妈还要再拉一次？你要干嘛？哦，你那本拉两次啊！第一次进本，第二次后卫。那。我是不是不需要打断宝宝啊？你那个打断宝宝是可以断钢条的吗？不可以。那就不是。那不用，你只能断钢条。好了吗？就这把了，质量局，好不好？4, 3, 2, 1, 好久没有听到质量级。没盖减伤吗？为什么不盖减？你这个减伤已经断得过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开？等会短截断的时候不需要开。我修装备了。你现在要修吗？但修不了啊！哦、有那个你，哇，好故意哦，那个宝珠。啊？你是断了吗？他看起来是断了，网络好像不太好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反正最后大家都得死啊。只是能不能帮 DH 多打点？不能单刷，什么叫帮我多打点？没有用啊。啊？不能单刷的，你帮我多打点有什么用？正常狗，跑这个很难吗？你假如路被堵了，那你就就站原地等，没有别的。我去断，我去控制方块。哎，他妈的，他去追谁啊？没有空了，要打掉。一直得打就行，一直打。你控你控，你没有控吗？下一个我消失都行啊，没有消失。下一个可以射，没有消失。那、哎、你就别现在打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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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我射。等我出来看一下他伤多。哎，哦，大夫还有是吧？那得等他传回来。
看一下这个游戏多少血。这个血梯。我这个血是开了阳光减了40%，不然我也会进。杀不上副啊，有蓝色光。杀回来了。他的框架是灰色的。哪有灰色的？都亮了好久了，我操！哎呦，这把要哎，完了，这把没过卡就死了。抽他，抽他，他要走了，9秒要走。你们只有我跟小热水要快速回，你们我有路上回不了的就慢慢走。我有治疗，我是两分钟是刚好。你的忙好了没？好、啊，好了， okay. 我跑过去刚好就好。不肯走了。那你们就慢慢走就好了，过不了就慢慢走。还是哎，不，你就我就忙我最近的这一只，我忙，方块，方块，我去断叉叉。OK。你输啊？啊？你要先取吗？我先晕。我等下剩叉叉，我剩第一个唱法的啦。我没来。你们怎么死的、啊？我。那个。真的跑起来打你的，先打你的，我都可以补。两个牧师的妹妹，哇！但是下次等你胜出来再那个啥，下一波是我劈断。下次打这个，这个我先胜了。这波你有胜是吧？我有胜。一会儿，下次再打。我看哇他妈的他还有1900万的血。减伤。但是他们在。我还有糖果应该还可以再撑一下。应该是两次 A 一就进皮肤。这个感觉不没有压力，我还有糖果，还有血，真的是。这个跑的时候没伤害啊，这个跑是他妈整个副本最简单的地方。对啊。你们肯定是急了，你看我现在一点位移都不放。真的没有位移。不是我的意思是。你看你问小河水，我这波我一个位移没放，我只用 WSD 我都躲过来。就是不要急就行。小河水我去左攻绿的，攻绿的。绿的。对。然后我断叉叉，我等下控叉叉啊，还是你先群英，我先群英啊，来不及了，我控，因为他先唱了零轮补吧。可以 ，OK 很好，我加个等小手，剩几秒钟，3秒可以，我第一个我剩，去打绿色，不要动紫色，你过来就剩。你先看吧，现在我帮你看不了。然后下一个是暗影之月的。OK， 下一个我能做。不许一波打掉了。A.O.E 两次，你们有皮风，我有皮风。OK， 林一轮应该没有问题，我好技能就过了。难不成我可以站着打死这只王？
我丢包了，完了。我丢包那一瞬间，我听到库克有进出的提示。我有阳弓，我还吃了糖，还减伤了的。哎呦，打不掉，我操！妈的，我的技能没事，稳住。刚应该慢点打，我的技能，哎呦，我单体技能刚转好。我们三个别死就过。你看，只用 WSD 很轻松啊，完全不需要任何加速。我靠！没有，意思是你可以很慢很慢，你甚至可以。好，我等下控一个。都不来，反正只要。我控方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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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吧。Okay, okay. 我断叉叉。你先群晕啊！我先群晕。只要四只小怪死之前你来就可以了，不用急。对啊，你们在那里逛街都行。就不要急，慢慢走。反正因为他没有别的伤害，打方块，打方块，等你那个啥。没有下次了，我有肾啊。我说肾，我说肾，等你。我有肾，我有肾，我有肾。OK， 那一个。那你这个肾差点出事吗？啊，卡了一个 GCB 二，我的妈！妈的，原来这尾王三个人能打。嗯。我捅我捅，第一个我啊，可以，那你捅你捅，那个我来数，老水好多肾，没错，哎，他妈大家一起转头，然后他妈结果他还没死，一起哦，全部一起转头，等一起去，我们出工具，我操，上了他妈，上了他妈点燃是不是？我操。两个木制造，自由战十九，自由明天打，我要睡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靠，真的是自由战，可以。对，变成两个木制装备。我操！我操！哇操！牛逼！可以交易吧？这个？可以啊。这个是复试毕业，给复试毕业了。这应该可以交易吧？你们有用吗？我没用啊，但我想拿的。你没用，你拿你妈的！你们没用，我就给就是。啊！出手腕了，全能精通。交易不了了，这是手腕。我操他妈的，真的毕业了呀！我好难受，我操！你看我朋友他们那一些他妈上季3200、3300的，也都是骑士坦跟 DK 坦单坦，把王打完，就他妈没站住的，只有跟那个。只有那个大毒瘤他们那队是站着把祝龙大厅打完的，其他我认识的全部都是躺着看坦自己单刷。啊了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们表现得很好。真他妈太难了。哎，真的是回跳十九自由阵是不是？嗯。明天打。哦，操，那明天打啊，明天打，然后再一个二十就开四个，然后再回跳十九自由阵，一路刷。可以刷八个，那当然就刷八个啊！他妈的，我打这个不打了，他妈的！你打为什么不打八个？因为你要想，我已经不想上线了，我这样跟你讲，要不是还差一个凑满，我真不想上线。凑满是凑四个低保，四个不错了，是真的太累了。其实我还好，我像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躺。Yes, 你剩下一个 boss 打十一分钟，我操，还不是那种磨就能磨过去的，还是那种要认真打才能打过去的。好，刚刚那个大义还问我出视频了，你说出了啊？毕业视频出了，还真的出了。昨天我们也有出一个，好像是四二多还是三四二多的吧？加两个。你真打呢？那你这个视频直接四四幺了呀，不用想。毕业，不枉这一趟。
那个是谁的视频？恐怕有大数字的毕业视频，是不是？就是恶魔，基本很多都毕业视频。不要给，不要给，不要毁灭术不用，你这个换不下，你换不下来那个暗影宝盒，我不信，我操！他就是二十多个装的。我倒要看看。你他妈的，你不要给我，我操 ！T H 打单体这个也很……你不要给他，他妈拿了，他等下到时候他妈又不上线打低保了，操！打出了第二，出了第二个、第三个再给他才会上线。恶魔术所有职业的、所有视频这个排第三，他说他不毕业，这个他就是这样。我不是恶魔术，那个毁灭术，嗯，毁灭术就是这样，可以呀、啊。你现在大我没有说他不毕业啊，我说他可以很大程度加强爆发的伤害。哦，那你还给我？你刚刚是这样讲的吗？你刚他妈的不是说他没毕业吗？你刚刚老讲那么多。魔术的毕业，但是毁灭用也可以加强爆发伤害。哦，也可以。我没有说垃圾啊，我操！我们没有说你说垃圾啊，你听起来拿了一个视频，好像很委屈一样。确实啊。真好啊，每个每次都是你随便就毕业，我操！哎，可以，我也提升了一点四二五了。不是，我今天拿了一把四十一的副手，还行，副手没什么提升不大。啊！我天哪，我操！属性不也挺好吗？暴击精通暴击。哦，对啊，那属性是毕业的。对啊，副手对整体。那毕业啊，就不用再做。那你两把武器，对啊，你就直接可以升。下周就是毒，下周做毒鞋或者手腕，应该做毒鞋。下周我是毒鞋加毒腰带。你没有做武器。啊，做了呀！我说下周。那你下周为什么可以做两个？我有一件四二幺的上半门。毒鞋、哎。